能感受到碎竹就在此处，但我听不到他的回应。药魂，碎竹是在提醒我们，找到与药魂相应的三个药眼，就能解除残星会设下的禁锢。可我没看到那些药眼，也看不到其他房间的入口。哎，水潭下似乎有东西，我们先从这里的素流仪入手吧。水位下降了。露出的暗石上有药岩，走吧，我们到药岩那里去。出其不意，拔刀相助，融雪回春。要想办法利用食人蝶破坏黑岩丛，和刚才一样，我们先确定这里邪光所的位置。
血回春，信心，落定。剩下的邪光锁在炼文岩的后面。其不易，
起念。不易，破局。融雪回春，出其不意，信息弥合，身在万象。长夜无味，由我处理。蓄势待发，穿越长夜不断。
锁区间内。信息。回春，蓄势待发。蓄势有用，失败乃兵家常事。飞光，落花，身在万象。荆州一脉势如雷乱，有一乡野妇人为避残像之乱，怀抱出生稚子溺于荒墟之中。然则残像悬踵而至，与渊直入，妇人抵死以身护子，欲以己之殒命换骨血之生机。母亡则子难存，婴孩失母啼泣，未及半刻即气绝，再无声息。然赤子尚有求生之志，啼声间有共鸣之音，传至百里，与岁主相和。岁主循声而至，以神威并出协会，西湖为时晚矣。是夜，程霄山龙吟彻天，山巅之上黑云翻涌，轰雷彻电，岁主携死婴而归。须臾间，云开雾散，流星贯冒，是以岁主借程霄山逆时之力，历七日七夜，终至死婴复生。后言，死后有生的婴孩，乃为岁主之共鸣者。未来，荆州另言。自有记忆以来，我便一直生活在荆州。然而这些事，我也曾听大家说起过。对于我来说，
岁主不仅仅是岁主，或是高高在上的神祇，他与我既有养育之情，也有再造之恩。这一路上我思考了许多，倘若预言当真出自岁主之口，为什么他会甘愿救下那个与他住？现在我明白了，因为我是岁主的共鸣者，我虽无逆转天地之力，却有着他曾经拥有却不慎损毁的那一环时序之法。如果日后荆州如城霄山一般陷于狂乱的石流之中，我恐怕是唯一能逆转局势的人。只不过在岁主的预想中，我与他的一战应该在遥远的未来，他在等一个时机，等一个万事俱备的时机，因此这一切他才迟迟不肯向我说明。但就算如今不是岁主等待已久的良机，我的这副身躯也已经残破不堪，我亦要凭着这残躯走到他面前，向他亲口求证真相，或是完成那命定的纷争。放弃使命吗？我倒是从未想过。可坦白说，我也并非没有过挣扎。我想，我之所以能走到今日，从来不是靠我一人，是常理老师、心仪大人、你，还有荆州的所有人，你们的善意给了我勇气，甚至于我的重生。不论是不是源于对生命的怜悯，直到今天，我依然觉得那是个温暖而有力量的决定。荆州是我的故乡，这里有我所珍视的全部，即便是要抛开丽颖这层身份，我也做不到弃荆州于不顾。我没事，和那些被卷入时间乱流的生灵比起来，我的这点痛苦算不得什么。而且我必须去到岁主身前，我与他的力量同源，救他亦是在救我。假如事情最终真的没有回转的余地，若我不战，则荆州必然覆灭，若我一战，不仅能保下岁主，还能保下荆州，代价只需我一人。能以此换得大家平安，舍我一身也并不多可惜。更何况我不是为求死而来，恰恰相反，我想要博得那一丝可能，只要有一丝可能。这并非是必死之举，不是吗？能被你这样信任着，真好。回想起来，自从你来到荆州，我的身边就多了很多很多幸运的事。谢谢你。常理老师说，程霄山之事，你我二人缺一不可。我自知岁主与你关系匪浅，所以我的选择亦需要你的支持。不过别担心，我做好准备了。
我并非被迫臣服于命运，而是自愿投入命运的洪流。这段路能和你同行，我很开心。成功了，还有两个，我们现在近处找找。还剩下最后一个药眼，
从的问题已经解决，之前的药眼可以正常操作了。
势有动，身在万象。融雪回春，虚实有动，拔刀相助，绝不轻饶。传平，谢。身在万象。虚实有动，长夜无味。这样的话，岁主应该可以脱困了。嗯，应当没错。我们先回去吧，到岁主那里。
今夕许久未见，还有御者，或者我该唤名为漂泊者。我不曾知晓您是因何种缘法才出现于此。失去记忆的质子是会拿起为命运而战的锋刃，还是会躲进安稳的襁褓沉眠？未来的种子将从此刻落下。待诸事落幕，我自会与您一个解释。您现在要做的唯有介入、选择，而后见证。今夕你千里迢迢赶赴城霄险境，除了助我脱困，应当另有他事求问吧。今夕此诚不敢妄求，只愿岁主能将实情坦言告知。如今城霄山石流肆虐，生灵涂炭，箭在弦上，关于石流，关于您的伤，您与我之间不该再有隐瞒。我已知晓你的意愿，此时此刻本非良机，但险象丛生，我亦需因势而动。我已大限将至。我族本应与天地同寿，无受命之险。然我于太古之时蒙受不遇之伤，能苟存至今，皆仰赖绵龙亭。但这并非万全之法，长久以来，我唯有借绵龙亭强行填补能量，只求尽可能推迟死期，奈何天意难违，残星会设计毁伤于我。现如今我伤情加剧，纵然是绵龙亭亦无法再为我渡命。荆州黄龙之内再无荆州。自我降临于城霄山，以时序之能抵御残象潮时，石流便因我的创伤而溢散。自那时起，荆州的覆灭便已成定局。千百年来我逆天而行，以自身命数补养荆州，强撑至今。如若不然，溢散的石流将无人可御，届时不单是城霄山，荆州一脉皆会被失控的石流裹挟，无一幸免。荆州将永远受困于时间之息，过去即是未来，生即是死。庆典与战争不断重复纠缠，欢愉与苦楚再无分别。要而论之，凡是荆州界内的生灵，即要永生永世受此煎熬，直至时间不复存在。此事皆因我而起，亦当由我而止。不日之后，我将调用我的全部力量，用我这条残命换荆州的时间暂停。彼时荆州将陷于沉寂，却不至陨灭。在未来之时，黄龙文明或可寻得对抗时间乱流的方法，
解救荆州于危难。难道除此以外，我们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此计虽不周全，但亦算是一种解法。请原谅，我无法遵从您的选择。十年，百年，倘若后人没有寻到援救荆州的对策呢？如此数年，荆州早已被世人遗忘。到了那时，又怎么会有人甘愿为寰宇间的盈尺之地穷尽山海？荆州的命途，不该交给一个不确定的未来。我虽不能治将来，但亦可窥见无数未知的可能。在我的推演中，此法最为行之有效，也最为稳妥无余。若金令尹心有疑虑，你又当如何破局？而今程霄山石流四行，是我勉力维持才不致恶化。如若我不凝结荆州石流，我身死之后，将来的荆州只会比你所见的程霄山再可怖百倍千倍。您曾预言过，我与您之间会有命中注定的一战，是吗？确有此事。我起初参不透这预言的深意，直到我了解了您与季婷曾经的作为。彼此共鸣的两方能量碰撞所带来的二次共鸣，可令我超越自身能力限度，施展时序之能，接替你纠正一切石流带来的错误。尽管我为此不得不与您短兵相接。荒谬至极！若你强行冲撞我的共鸣之力，稍有差池便会堕入超频，沦为一具空壳。而你应当极为清楚，超频带来的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。即便你当下承受了诸般痛苦，比起真正的超频仍不值一提。更有甚者，你将被拖入时序裂隙，无论是形骸亦或精神，日复一日被撕裂而后重构，永世不得安宁。但我能补救时序偏差，这不正是您当年救下我的原因吗？我想我要做的事与您一直以来逆天而为保下荆州并无分别。今夕我仍与你最后的选择，由我凝结时间，你将不损分毫。时机到来之前，您的到访只为见证，但您亦非全然旁观。若您有意介入，或许可让荆西生还的可能多上一成。只需在必要时，您准许我将时序之能让渡于荆西，他的性命或可保下。而那切要关头，即是荆西耗尽共鸣能力，超频至极限，濒于生死一线之时。届时哪怕您有极微小的差错，荆西的结局都不会有分毫改变。
本是早该死去的人，何其幸运，当年能被您救下，如今才有机会亲眼见到荆州的万家灯火，这其中的因果也当有我这一环。荆州是生我养我的故土，若荆州告危，我只想尽我所能守护我所珍视的，纵使是要赌上自己的性命。好一个舍生忘死，你可清楚这选择的重量吗？我明白您的顾虑，可倘若我心甘情愿走入您的预言，用那场命定的交锋达成二次共鸣，回正时序，您可愿再行一步险棋？哦，承袭我的时序之能，你何来这等自信？你是我的共鸣者，然而你的力量却不及我之万分。这场战斗，你全身而退的可能微乎其微，但也能争得一线生机。明日消散也好，万劫不复也罢，简简单单一死了之，非我所愿。只要我有一息尚存，纵然只有一刹来承载您的时序之能，也足以为荆州换来一个不存在于您预言中的未来，护您周全。若有一人能够与您匹敌，那人只可能是您的共鸣者。我即为您落在荆州的最后一子。你当真有此决心，以凡人之力挑战尔等奉为神明之辈，哪怕是粉身碎骨，万劫不复。哪怕是粉身碎骨，万劫不复。好，今夕今令矣，那便随我至城霄山之巅，尽数拿出你的本事吧，向我证明你这一子足以决胜。好奇，这一次您会如何抉择？无论未来潮水涌向何处，这一战将由您来见证。为政以德，惜你可记在心里？惜明白。为政也好，为商为学也罢，德是根本，义在为民。从今往后，你名为荆西，自任令尹使，便要以荆州为名。你认为这世间如何？很黑又很亮，就像此地一切都黑沉沉的，却仍有几处烛火闪着光。燃烛并非易事，就是因为不容易，所以烛火才能在黑暗中显得格外亮。此门可通往我的生之领域，我将于领域之中静候金令尹的挑战。漂泊者，此战关乎荆州之命运，
而领域之门唯有您方可开启。未来如果我打开这扇门，今夕就必须要完成和你命定的那一战。最好的结果是今夕能在最后时刻继承你的力量，恢复时间之序，无人伤亡。最差的结果则是今夕透支使用共鸣之力，恢复时间之序，超频身死。而假如我袖手旁观，不去启用领域之门，你就会……您的理解并无偏差。来吧，请让我知晓您的选择。漂泊者，为了这一刻，我一直都在准备着。只是想到，也许今后无法再见到荆州的春日晴好，冬日霜雪，不免觉得有些可惜。但我来到这里，不正是为了这个吗？为了荆州的大家，能永远看到那些美好的景致。自荆州建州至今日，荆州百姓见证过无数次边关的日出日落。他们用自己的血泪守护了黄龙的安定。荆州的未来应当是光明的。现在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守护荆州。作为荆西，作为荆州生民，做开始吧。龙鳞香，哎，哎，呀，没事，
行，挂煞无形。天连苍生，诸邪皆除。时节有终。坚持至此的确出人意料，但想回正时序，逆转局势还差得远。你现在翻回还有回转的余地。既已决定今夕绝不反悔。您曾说过世间晦暗，人诸并非一时，而我偏向是一时。看我这小小的烛火能否点亮荆州的天光。是否准予启用权限，将时序之能让渡于今夕？选择已经落地生根，今夕我将履行承诺，将那个不存于预言的荆州未来交还于你，交还于荆州人民。
今夕已无大碍，少时我便将其送回荆州休养，您无需过虑。现今尘埃落定，按照约定，是该我与您面对之时。心中有何疑虑，悉数问吧。您的伤痕有异状，且它闻起来好像我之前在荆州闻到的那种不自然的味道。啊，原来是岁主啊，你好啊。你怎么现在才叫我起来？感觉错过了很多好玩的事呢。他虽与我气息相近，却也有所不同，不在我所知之内，但它寄居于您的伤痕之中，应当是您有意为之。玉哲，您可否听过黑海岸？黑海岸是您此事的来处，若心存疑问，不如至此地一访，不必烦忧，潮水泱泱，自会将您送往原点。玉者，不妨回红镇与友人相聚。长啸山如今不再是禁地，今后红镇的气象定会与以往大不相同。
声响彻，好，蓄势有功，战绝，战之一劫，蓄势有功，产品加速期间。蓄势待发，明月千丈。是该短暂休息了。速战速决，是我竟然身在万下。出其不意，速战速决，师父啊，竟然融雪回春。你的发现交由你来处置。也好，算是不虚此行。
上回书说到，那城霄山之巅，霞光千丈，霎时间云霄雪霁，碧空万里。但见一鹤发少女居于其间，恍如神女降世。她只消双指一挥，千峰万壑时节流转，皆向阡陌，气象一新。若问那鹤发少女是何人，正是那死而复生的荆州令尹。正所谓春雷乍动，开云见日。常言道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若未有这绝处，又如何赢得焕然新生？没关系，毕竟我们的目的并不在这里。我们想要得到的答案已然揭晓。借由二次共鸣，即便是碎主的力量也并非如此遥不可及。更何况人工共鸣也不再是妄想。还有关于那位漂泊者，收获满满，全是美妙的音符，不是吗？时间不早了，走吧，别让有些人在囚室里待得太久。